行动饭团，它上面写的 K 代就是日本行动电话的意思。行动饭团是什么意思呢？它已经是米哦。加冷水就会变饭团，而且不用捏，它就会变饭团。所以是地震的什么什么的，它可以保存到2025年，所以就是放在家里面，万一发生什么事情，你没有办法用热水煮饭的时候，你只要有冷水，你就可以吃到饭团了。这边写热水的话，你15分钟就可以完成，一般的冷水60分钟。那我们试两个版本，一个放冷水，一个放热水，看看哪一个好吃。我们一共有4个口味，这个是昆布口味，这个是鲑鱼、海带芽、五目炊饭的，这个后面有教做法。一开始我们要从这边撕开，撕吧，来撕吧。哦，好，那我让我看一下里面长怎样。Oh my god， 它真的是生米耶。这个要拿出来，然后你看它里面这个米，其实有点像是那种熟的米，但是它把它干燥了。什么？它已经透明透明的，它是这样子的，直接吃看看呢。直接拿一颗，不知道哎，试试看。我直接拿一颗吃看看。哦，超级硬，就跟生米一样硬。哦，没办法咬。有点臭。你要先加哪两个？帮你开了。这个的里面是什么料？里面是那个鱼。哦，然后这个要拿出来。对，里面有鱼耶。他说这个撕起来之后，你就再倒水，会知道水要倒到哪里。哦，这条线小心铺好喽。看一下高度哦，有没有超过？不能超过哟。好，刚好在这个线上，把它扣起来。然后要捏捏摇摇。捏20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20。然后摇摇。对，然后计时1个小时。开始。我们这个开始计时1小时，放在旁边。我们另外一个要用昆布的，这个是热水，所以我来加。看，如果真的发生地震或者是什么急难的时候，你根本就没有热水，先停电。对，停电或干嘛，但是你只要有矿泉水，你也可以有办法吃到这个饭团，不需要烹煮，就可以吃很好吃的饭团哟。对，我们热水也加到了这条线了，那我们把它盖起来，热水应该真的非常快就会熟，然后摇一摇。哦，感觉它已经开始熟了呢。这个15分钟，把它按下去开始。这个剩14分钟啊，这个还有58分钟。那我们就这样放。你敢吃吗？下面全部被雪卷咬烂，下面全部被雪卷咬烂了，你敢吃吗？可是里面是应该没有了，但是有可能底下有一些它的口水，这边也都被咬烂了。然后另外一个已经好了，用热水泡的那个已经可以吃了。这个它有偷咬，有偷咬，但是还好，因为它是热的。哎，先盖起来，要用剪刀剪。我妈又不要浪费食物，虽然下面被雪卷，它嘴巴没有到很脏。可能最底下不要吃吧，我们不要浪费食物，我们吃上面就好。因为这个好像是剪刀剪到这边，所以可能上面被咬的话是还好。对，用这条线剪过去。对，旁边的斜度，另外一边斜度把它剪一下。哎，真的是三角形的。这是饭团形状，真的耶。应该
该可以吃。应该可以，就是底下不要吃到就好。可是没有太口水味。那我们吃中间就好了，可能真的有血卷的地方就不要吃了。什么是有血卷的地方？血卷已经回家睡觉了。哎，所以这个是要给我吃吗？啊？哦，这个真的有血卷味耶！你这么爱血卷，应该给你吃的。对啊，它根本很臭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你要尝尝看它软不软啊？你尝尝看。这个是冷水泡的，那个是热水泡的。它咸度有点不够。咸度不够，但是软度呢？吃起来都一样吗？还是冷的比较软，热的比较软？就是说，如果你是看看血卷口味。用这个血卷口味的，怎么感觉有猫毛啊？哎呀，都猫毛了！哎，可是我觉得鲑鱼的比较好吃哎，难怪它都是鲑鱼的，有鱼的香味。吃起来昆布的。哎，真的吃起来差不多呢，就是软硬度是差不多的。觉得它可以加一些。味道太淡了一点，但是很厉害，真的不用捏，它就是饭团的形状。只需要捏二十秒，那二十秒时候让它饭均匀。嗯，冷水变饭团，好厉害呀！厉害！但妈妈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捏不均匀，这个角稍微就是哦，所以就是你要自己和均匀。我们还有啊，摆得非常实在使用好了，因为你看它真的可以摆很久啊，2025年。然后我觉得其实这口味应该吃起来都是淡淡，没什么味道，所以我们就吃两个就好了，然后剩下我们就当做紧急食物摆着。然后我们还有多买一套。但其实我还是觉得它的饭有一点点偏硬，就是冷水煮的有一点点比热水的硬一点点。嗯，真的热水的更好吃，而且它咸味都在底下，底下好好吃哦。没有拌均匀，所以好吃的料全部都在底下，然后下面就是很咸，很好吃，顶上就是没什么味道。所以它的唯一缺点就是它也许会沉淀，所以你肯定要哦，这个锅子在下面，难怪血卷的咬底下。其实是好吃的饭团，只要你拌均匀，只是我们没拌均匀，所以就有点小失败。拌均匀的话，应该是很好吃。真的锅子在底下，对啊，因为我们家有猫咪，他说你想吃锅子，你就吃呗。这在日本亚马逊看到，大家也可以当做一个保存食，我觉得真的是还蛮不错，就是急难的时候只要有水就可以吃到饭团，这设计真的很棒。我觉得很好喝，好吃哈、哦，觉得这个很 magic， 很厉害，厉害吧？很好吃，嗯。我知道了，可以准备一个救难包，往里面放一瓶矿泉水，然后再放这个就可以做了。而且你不觉得吃完一颗饭团就是很有饱足感吗？可以放个两三瓶、四五瓶。逃难的时候赶快抓一包，就是你先跑走，跑走之后赶快拿出来，好饿，撕开来，然后呢加水到这，把这撕下来，你的矿泉水就可以滴出来了，噔噔噔，然后关起来，然后呢捏捏捏捏捏，然后继续放，然后赶快跑走。如果喜欢这片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记得订阅捏捏捏捏捏的话，你们在我们现场前见，拜拜，保存食，喝起来。水超过了，然后等一下要变稀饭。说是等一下，这个怎么不停啊？血卷口味。血卷口味。血卷可以就给你吃。哦。血卷还好，不要吃。口味就好。